腰椎最后一点以前是在胯骨上沿，也就是这一点。那现在我们还要注意的下面还有两个点，第一点第二点，这一边也是一样，腰椎旁开一指宽。好，这是跟胯骨上沿接触的地方，我们是最后一点。那现在还是要往下面，第一点第二点是可以按的，但是力道稍微注意，太大力患者会受不了。好，我示范给大家看。好，这是以前的最后一个点。好，那下来第一点，第二点。好，这样在按的时候你还是可以感觉有筋，拨到筋而非骨头。好，这个已经是最后一点，如果你再下去，这个就是骨头硬硬的，这个是，所以不能按。好，那同侧也是一样，我们一般以前都是胯骨上沿，这是最后一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还要再往下面，好，下面的第一点、第二点、好，这是同侧，那站后面一点，第二点。好，这样腰椎才算完整。